标题《少年厨神向你发起挑战》，悦享时刻，今晚播出在你眼中。做饭的人应该是这样，至少是个成年人吧，因为做饭似乎是件危险的事儿，比如又比如于是，在家里只能是你来搞定，但是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是不是很羡慕呢？始创于英国 BBC 的 Master Chef 有个衍生儿童版 MASTERCHEFUNIO， 参加的宝宝只有8至13岁。其实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可以很棒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就走进了一位少年厨神看看片。由于这手起刀落的架势颇有几分功力呢，看这花刀还不错吧。先来看看小金信今天用安利皇后锅给我们带来的两道菜，更多精彩还是晚上看节目吧。每周5分钟跟悦享时刻一起学做菜，如果您也有拿手菜，可以通过第一消费的官方微信报名参加哟。